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 Yo， 我是 YT。今集同大家开箱嘅就系、是，哇，好耐冇同大家开饼卡啦，呢、这个五十分之花架剧场 version 嘅呢一个饼卡啦，咁啊呢一个啦，咁啊剧场 version 嘅第一弹，咁咧上次咧同大家开咗呢一个剧场版五十分之花架嘅 WS 之后咧，接住落嚟咧就继续同大家开五等分嘅一啲 product， 今次就开饼卡。咁我记得啦，对上嗰次咧开呢、这、一个饼卡咧，我其实咧我就已经好耐冇开噶啦，因为我半年前啦，差唔多有冇半年，一年前左右啦。咁嗰陣時咧都仲開呢、這、一個鬼滅之刃嘅餅卡，咁啊相隔咗一年，我已經冇乜點開啦。咁啊今次咧再次重新開個餅卡，咁啊就係呢個五等分之花架。咁一來啦，就好似上集咁講啦，就因為嚟緊香港十月啦，就會上呢一個五等分嘅劇場版啦。咁啊再加埋咧，咁啊出咗 WS 新蛋咧，咁我跟住又喺行街期間咧，又俾我見到咦五等分嘅新餅卡出咗咯，咁啊仲要喂有啲泳裝嘅相片圖片添，哇好似好正咁。咁啊，所以今次咧就同大家咧开一盒 total 20包嘅呢一个饼卡咧去开俾大家睇下，究竟今次嘅构图系点样啦，同埋咧有冇啲咩卡开中啦咁样。好啦，唔讲太多啦，事不宜迟，开盒啦。好啦，哇，咁啊开咗包装啦，咁啊俾大家咧去望下先啦。咁今次咧佢呢一弹咧，咁我而家眼见咧，哇，其实就应该系三个包装嘅。望下先，因為真係係啦，三個包裝嘅，咁啊，以往咧一啲嘅餅卡咧就可能兩個包裝嘅，咁今次係三款嘅包裝，咁包括啦有五等分嘅五個女主角嘅包裝嘅封面啦，然後咧就另外兩個包裝咧包括啦呢一、这個咧就係、是、四葉同埋呢一個五月嘅包裝啦封面啦，咁另外啦呢一、这個咧就係、是、呢、这個一花啦、二奶啦同埋三九嘅，咁啊呢度嘅 total 三個封面。咁啊，三個啦，除咗呢一個咧會係花嫁裝嘅封面之外咧，另外呢兩個都係泳裝封面嚟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嗱，即係俾大家咧，即係我亦都喺網上嗰度咧開咗嗰、那個睇咗少少個封面啊，咪睇翻官網嗰度望翻。咁我咧就見到咧，其實咧佢呢度咧有四個嘅有四張嘅圖咧會係呢一個合輯圖嚟嘅。咁一個幾正嘅封面，咁同埋啦會有五張嘅圖咧，五張，咁啊包括有五張嘅泳裝圖啦，同埋咧有。五张嘅制服嘅图嘅，咁其实我就自己咧，今次咧想要五款，有齐晒五款泳装，同埋咧有齐晒五款咧呢一个制服嘅单图嘅封嘅相啦，同埋咧如果可以中齐晒四张嘅合照嘅相，合辑嘅相，合照嘅相咧，咁啊非常之正。好啦，咁啊 ，total 咧一盒25包，咁啊其实咧见到而家个状况咧，如果我话我要齐我指定嗰几只咧，其实就咁眼见咧就 total 14张嘅啫，咁啊我谂有一半机会率都会中嘅，咁啊其实我最担心就系重复个问题啫，因为始终今次啲饼卡咧同之前出开嘅嗰啲单品嘅卡咧，其实就少唔同，因为嗰啲咧一盒咧就会开齐晒，但系呢一次咧呢啲咧就真系你要自己去开盒抽翻嚟嘅，咁一盒咧就20包系啦，咁你廿包里面咧五款，咁你要中14款咧，其实都个几率我自己见几率都几比较难，尤其是你就要担心佢会唔会重复，系咯，所以其实都惊啊。好啦，逐包开啦。咁啊嗱，我自己咧就饼卡咧都系会中意咧用铰剪去剪开出嚟，开比较多嘅，同埋我感觉正啲。咁啊，佢今次个威化咧就用咗咧朱古力味嘅威化，仲要系全朱古力，连 cream 都系朱古力嚟嘅。咁啊，呢一个咧就感觉上咧就会好食啲，同埋咧个感觉咧冇咁油腻嘅感觉。好啦，先开咗第一张俾大家望下先。哇！一开第一张即刻中咗张合辑图啊！哇，呢张系花架合辑版，哇，超靓，超靓呢个。我好中意佢啲绿色底啊，再加埋咧婚纱嘅嗰种衬托嘅颜色啦，粉粉地嘅颜色咧，那个构图好靓啊！好，第二包，咁啊，其实认真嗰句，我系真系几中意今次，顶啊！喂，又系合辑图，五个女角嘅合照，咁啊，喂，又中一个 target 啦。嗱，咁啊，合照嘅图啦，咁我中咗一半噶啦，已经四张里面中咗两张，会唔会第三张继续都系咧？啊，唔系啦，喂，不过都唔错啊，泳装嘅相，泳装嘅个别图，咁啊，呢个系五月嘅泳装嘅图嚟嘅，好鬼。正啊！尤其是你后面个背景系呢一个嘅沙滩嘅嗰个嘅背景，呢、这、一个背景又系我自己觉得系好正的一个背景嚟嘅。好，第四张，喂，哦呢一、这个就一啲夜景图。咁其实呢一张图咧，如果我冇记错咧，我睇佢呢一个剧场版嘅其中一个封面咧，
是这一些的相来的。那我如无意外，我应该会相信剧场版里面其中有一幕呢应该是这一个场景的。好，第五包，喂，不点喎，这个是二奶的那个制服图啦。继续啦。喂，一花的泳装图。哇，这个一花的水着。那其实如果水着的话呢，我现在还有两张。水着两张啦，咁同埋呢制服一张嘅。好啦，咁啊其实我而家都开得比较慢啦，咁我係时候加速度啦。喂，这个是五月的制服图。哇，五月的制服。那个五月制服几靓。其实认真我睇落去五月嗰种妹妹感好重啊。喂。其中一张其实我不是几愿中的，就是男主角上杉丰太郎。这个其实我真的不好想中他。就是开不等分这一套的卡其实真的是为女的，你没来再开仔的嘛，大佬。好，那么二奶了。其实这个状况我觉得20包你要开齐了指定那几张其实都真的有点难度。咦，这个是中野三九。哇，三九这张图哇好吸引哦。真的唉，真的没计。对于三九真的你没办法，你不被他吸引住迷倒啊。好，继续。喂，好，那就第三张的合集图啦，亦都中了啦。那现在中了三款。我现在应该是还差一张泳装版的，那张未出的啫。那中了一张泳装版呢，我那四张合辑的呢就齐晒啦。哎呀，跌了啦。那么这个中野四叶。好，继续。喂，正，咁啊又多一张嘅呢一个制服版嘅相片啦，咁啊呢一个中野四叶嘅制服版。好，呢张系三九嚟嘅，咁我而家啦，咁啊开剩咧，计埋呢包就六包嘅，咁啊其实就距离唔远噶啦，其实啲嘢都。哦，呢个中野二奶啊，咁而家咧咁嘅情况咧，其实又好明显噶啦，你要齐晒嗰14张咧，其实真系冇乜可能。咁咧而家只系希望咧。可以咧出埋嗰张合辑图，哦，掂啊！好，泳装合辑中埋，咁啊合辑图咧已经齐晒四张啦，咁啊嗱合辑我已经中咗一 set 噶啦，咁咧而家咧我只系争咧啊有冇机会出齐泳装图、泳装版啊？咁啊话泳装版即刻话出多张二奶嘅泳装，好，最后三包，而家咧我嗱、我开埋呢包睇一睇，而家我争边张先？咦，中野一花喎，我系咪重复咗啊？好似系重复咗。望下先，印象是又唔系喎，冇重复。好嗱，咁而家咧，我咧对一对翻先。而家我咧争边张嘅水着版未出先啊？嗱，咁啊，而家咧，好，原来我争两张水着版未出，争四叶同埋争喂三九，我张三九水着去咗边啊？好啦，而家咧我系争两张嘅水着版嘅啫，咁啊睇下边两张出到，定系可能一张出唔到咧？咁我眼前望见咧就好似一张重复都冇啊，唔希望一改字即刻重复。诶，三九啊，三九系制服帽，然后最后一包啦，咁即系话咧呢一包有机会咧系可能连一张泳装嘅都冇嘅，我真系话口未完即刻唔出泳装，就系、又系一花，咦系咪又系一花？好似真系重复咗，系啦，唔紧要啊，咁啊转头啦，咁啊转一转个镜头，同大家咧总结翻个最后嘅结论先啊。好啦，嗱咁啊已经咧最后结果咧出咗啦，咁啊同大家总结下啦，咁啊呢四张唔总结住啦，因为其实都冇乜特别。咁啊嗱，首先啦啊同大家讲多另外一样嘢啦，咁其实咧每一张嘅呢啲嘅卡咧，其实都系双面两面嘅。咁啊其实两面嚟讲咧，除咗环卡呢一款咧有少少特别之外咧，其实其他嘅咧，其实你话嗰、那个其实都唔系，其实仲制服版呢个都有少少特别嘅，因为有介绍。好，先望一望先。首先，其实头先我睇过嘅，咁基本上咧，而家咧我手上最后嘅总结就系咧，每样几乎咧唔系争一咧就系争二嘅，系啦。嗱，咁首先啦就系呢一个嘅制服版，而家咧我系争一花嘅啫，争一花嘅啫，真系冇其他啦，争只一花，咁啊一花就争嗰张嘅啫。咁啊然后啦，咁啊望一望个背脊先啦。咁啊其实咧制服版咧每一个 character 后面咧都有一个嘅详细介绍，介绍翻咧呢一个 character 咧嘅一啲嘅背景资料啦。首先生日啊、身高体重啊、有啲乜嘢嘅 favorite 嘅 subject 啊、一啲嘅语文中意啲咩科目啊咁样啦，咁啊同埋有啲嘅少少简介咁样。咁啊呢啲咧，如果你话中意呢啲角色，而你本身对呢啲角色兴趣嗰、那个嘅认知又唔系好大嘅话咧，其实咧呢一啲卡咧都可以帮你咧去认识翻呢一啲嘅角色嘅 character。
的那個背景的。好，另外啦，咪泳装版啦。泳装版咧，我自己个人咧都比较喜欢嘅，因为点解咧？因为泳装版咧，除咗咧呢一个面咧嗰啲字啊，有一啲银嘅闪闪地嘅字之外咧，其实咧望一望背脊，哇！呢一个嘅近 shot 简直系真系靓到咧离晒谱。咁啊，今次啦，咪呢三咁我中三张啦，咪包括有呢个五月啦、二奶啦，同埋一花。咁我系争三九同埋争四叶啊，又系，唉，真系今次泳装系争三九，激死我啦！好，另外啦，环卡版，咁环卡版咧有少少特别啊。咁啊，前后加埋 total 六款啦，咁啊，嗱，环卡版咧就会有翻logo 啦，咁然之后咧有嗰个 character 个名啦，同埋咧会有一个叫做少少嘅简介介绍，咁啊有两张图，有两张嘅剧照，咁啊应该系剧场版里面嘅啲剧照啦，咁啊嗱五款，因为首先啦仲有呢一个上杉丰太郎我哋嘅男主角啦，然后三九啦、四叶、二奶、一花，咦，今次呢张系争五叶，争五月喎，反而系咯，呢张又争五月喎，啊，真系。又系真日，好，然后最后啦呢一、这个，咁啊，呢一张我叫做剧场版剧照场景啦，咁样啦，咁啊呢一、这个咧咪啲金字啦，咁然后咧望一望背脊先，背脊咧系有一种挂画风嘅嗰种感觉嘅，系啦，嗰、那个构图系几靓嘅，我几中意呢种构图嘅吓。咁啊，不过啦，如果你话喜爱程度嚟讲咧，我会自己个人中意呢一个嘅泳装版本同埋制服版本多啲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次中啦，咁啊就系呢一个四叶啦，啊唔系 sorry 啊，三九啦，四叶啦，二奶啦，一花，咁啊又系争五月喎，啊真系好嘢，真系中咗，即系四款呢、这个暂时四个系列啦，咁啊中咗两款又五月，但系咧有两款又冇五月喎，啊真系搞笑。好啦，咁啊最后啦，咁啊呢嗰个。我自己覺得，唉，齊到呢 set 嘢，其實我覺得好滿足噶啦，已經。咁啊，就係呢一個五位女主角嘅合拼圖，咁啊有齊曬嘅呢五個啦，四張卡有齊曬四款。咁啊，無論你話馬麗服裝啊、婚紗裝啊，兩款婚紗裝啦、啊，再加埋泳裝版咧，其實構圖都係好靚、好吸引，尤其是泳裝版呢一張。呢一張係我四款裏面咧最中意嘅一款。構圖夏日的氣息很重，再加上他們的泳裝的那個顏色打扮也是非常鮮明的，是一個很正的一個構圖來的。好了，今次這個的五等分不跟大家先開到這裡先，咁啊，开一盒其实见到咦，原来唔系争好多嘅喎，其实某程度上应该有机会开多盒咧，有机会可能齐晒廿五款添啦。咁啊，好似今次仲，因为今次咧，好似我见佢咧网上官图啊，都冇特别 version 版本啊，咁所以咧啊冇啲咩特别卡啦咁样，咁所以咧都冇话特别 rare 系咯，咁所以都冇乜特别咯。咁其实你变相呢啲开盒咧，可能一至两盒到你齐晒廿五款都已经 OK 啦，唔使话特别去点样去抽啊，因为嗰个机率其实都。佢都幾固定嚇，咁啊都 OK 嘅，咁啊即係我諗大概而家出面售價好似200蚊左右一盒啦，咁啊都抵玩嘅，有餅食係嘛？咁啊，不過咧，而家點講都好啦，餅卡裏面嘅呢啲餅咧，其實對於我哋呢啲玩開餅卡嘅人嚟講咧，係一種懲罰嚟嘅，因為呢啲餅卡其實真係唔係話特別好食，有啲甚至好甜添。嗱，嗰個雲尼拿味真係好甜，因為簡直係一種懲罰。但希望下次開餅卡嘅時候啦，繼續出呢一類啦，因為唔想話太多啲好多又要大抽啊、細抽嗰啲咁嘅嘢啊嘛，即係到時真係玩啲懲罰遊戲啊，咁啊真係俾自己食呢啲咁嘅勁難食嘅餅去做嘅懲罰就唔係幾好啦。好啦，咁今次同大家咧開呢個五等分開到呢度先啦，咁啊即係五等分嘅系列啦，咁暫時去到呢度啦，完結就算啦，係啦，真係冇乜特別。咁啊之後真係可能下次同大家開呢啲開箱啊。应该真系拉大 BS 啦！好啦，今次同大家开住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！中意我的影片记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四样嘢啊！咁啊，另外咧记得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 专页啦，同埋我嘅官方 IG 啊！另外我嘅个人 IG 亦都正式开通咗噶啦，大家记得 follow 埋我嘅个人 IG， 可以睇到我生活点滴噶。好啦，我哋下集再见啦 ，ciao！